据澳大利亚第九新闻9月12日报道，在澳大利亚珀斯动物园，一只小负鼠误闯了红猩猩位于高处小木屋的地盘，竟被红猩猩直接用力扔出屋外老远。伴随游客惊呼，负鼠在空中翻腾2周半，最终降落在隔壁园区，红猩猩还将头伸出屋外张望。动物园发言人证实，这只负鼠没有受伤，但它短期内可能不会再次拜访红猩猩的小木屋了。